好，上个礼拜是几百年威尼斯最大的水患，然后这个礼拜全退了，所以我们运气超级好的，现在都是正常的，这样。专用，开始。他那个很温暖的地方，然后他就带你来这里，问我们要不要花钱。他说有一些是展览，一些是来卖的。我觉得他是猫很多里面最帅的。他说这个是实心的，所以很重，你要拿拿看。好多人要买。很多人要买。这一团蛮多，就是。好，开始。应该是有的，没有抽成，对。虽然整不会整个房间只有我们，就很安静。然后他就说，轩轩的那个包包就三万，然后就三万，这个一个才多少？所以应该是有抽成。装那个是房子年轻的酒驾，他们有钱就会买，我们是买跑车，他们是 买那个船，对，房子年轻的酒驾，不然常会撞船，就是车祸，他们是船祸这样，对。上流社会要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可以戴，而且他们怕被抢劫，所以要隐瞒身份。多人的爱，轩轩要多人的爱，所以用英文问征询他们的意见。他说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不行啊，不行。你看，你被拒绝了，refuse。他说你的颜值不够，真是有这困扰。真假的，这个是黑奥沙底片的地方，就是随便一个桥，然后随便一条河这样。还算的哦，自拍活动。那旁边有很多人拿枪，那个就是因为很多恐怖罪犯都喜欢先炸教堂，所以现在都警察很多。开始。我现在在威尼斯的正中心哦，然后那里有大教堂。太兴奋，然后天气有点冷，所以就没有拍影片，我可以看照片就。然后这个广场非常大，然后有很多美国的游客，美国的游客可能比我们中国游客来这里还多。然后很多的海鸟、海鸥啦，然后或者是鸽子啊，因为有人在喂，所以这些鸽子飞来飞去，最好是戴帽子来，不然要小心自己可能会头上会那个鸽子大便。
威尼斯的小河里面118个小岛，然后他们船都是要执照，很贵，一张执照是差不多1500万台币，然后就是在这个小运河里面这样，然后这个船很不稳，只要稍微左稍微右，船只就会稳，不爽。很像电影里面的笑话，水是有一点像蓝绿色，很像钓虾场的那种颜色，不会臭，就是闻起来是很正常的味道。主要来是他们天空漂亮，好不好？对。压力要多米哦，压力。砖块式的红砖式的建筑。你我的 presidente，top。你我的 top。哎 ，top， 哪里 top？top。我上这路片了。一般就是说，一楼都封起来做仓库，那就二楼以上才来住人，不然一楼很容易淹水。巷子里面出来以后，就超漂亮的风景。我们所有观光的景点哦，都有这种，就是站立式的跟餐厅座位式的，座位式。然后价钱都是差差不多2倍到3倍，然后一般大部分人都是来点咖啡，像说外国人的话，他们是，因为咖啡因的成瘾，所以他们都是点那个 espresso， 那他们一天都差不多喝4-5杯，那我们假如是没有成瘾的人，一般就是点仿需求的话，就是1/3的牛奶，1/3的奶泡跟1/3的 espresso 这样，对吧？差不多。他们一般都是没加糖，那糖的话自己要加。那我像现在喝的是红酒，因为我本身这里超级冷，现在就威尼斯超冷，应该10度左右。